大部分的人买车一落地就开始赔钱嘛，对不对？是。结果现在有的车是那个随着每年它涨得比股票还快，好羡慕哦！好羡慕啊！几年三年而已，跑了300,000的车，哇！有什么车子这么夸张、这么狂，可以这样飙涨？嗯，就只有这个。